当然秦伟跟冠浩毕业之后，其实当然利用这一次的杯赛来做一些磨合。那因为其实今年有新生的加入，然后我觉得就趁这个比赛来做一些调整，然后不管是阵容上的调整，然后或者是位置上面，我觉得这个杯赛让我们就是想办法在大专杯之前能够把球队做一些磨合。当然因为今年没有大四的球员啊，当然不管刘承勋或是蔡成刚，其实经过四大运的洗礼之后，相信他们可以担任这个学长的角色。那再加上不管是张东廷、徐宏伟，然后甚至陈宇少，我觉得他们在整个 HBL 也算是蛮有经验的球员，所以我相信应该可以在大专杯之前把球队调整到比较稳定跟成熟吧。易安跟浩翔，因为浩翔现在目前是受伤的状况，所以这个杯赛没办法出赛。那易安当然跟球队磨合的时间比较短，那当然希望利用这次的杯赛，然后甚至到 UBA 大专前，他能够跟学长们更加融入。大家好，我是建行科大的邱易安，因为喜欢建行的球风快速，然后我觉得比较属于我，因为比较多破坏，还在磨合吧。因为毕竟前一阵子没有跟到球队练球，但就是也是慢慢变好。对，我觉得学长们都还对我们还不错，像大二的就鲁奇、韦杰、齐珍他们都会带我们，然后黄伟、小刚、东廷他们也都会带我们。正式他们练球就是也都以身作则。我是来自志平高中的杨浩翔，现在读的是建行科大，因为我家里也是桃园嘛，然后国中、高中也在桃园，想说大学一样在桃园就好了。觉得适应的还不错啊，而且我还没高中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来练球了，然后而且球风那些都跟高中的差不多。目前上次我差不多已经休了一个月吧，就是自己弄到韧带拉伤跟大腿拉伤啊，就是防护员就是说我的肌力还不够，所以就最近都先做比较多肌力的东西，还不会碰到球。就大家都还在找各自的定位啊，然后就像去年有警委去串通大家，然后就是今年没有警委，然后我们就是每个大三的学长就是帮忙去分担这个事情，然后去打得更团队一点。浩翔嘛，浩翔跟易然啊，浩翔的部分就他现在是受伤啊，我觉得他打球就是蛮有自信的，很好，还蛮不错，就是只是有时候在比赛中选择可以再做更好一点。啊，小邱的部分就是他还需要更多一点的信心，他有时候上场会比较紧张一点，然后就觉得从防守啊，然后有时候不太敢进攻。啊，像建行这边就是敢投敢攻啊，然后就是希望他可以更大胆一点进攻。就是四大运回来，我觉得就是说我在场上就是处理球起来就是更游刃有余，就是比较不会那么慌张去处理球，就是打得比较稳。然后就希望防守吧。因为从国外回来，就是他们的防守就是强度非常的高，然后导致我们的进攻很不顺，所以希望可以把这个能量带给建行球队，然后让大家的防守效能提升，然后来打出我们的转换。今年的目标一样，就是当然还是希望我们能先进小巨蛋，然后最后拿下冠军。虽然说我们这一批经验比较年轻，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希望我自己能打得更稳吧，然后能够在今年转成三号位。